咱今仔吼，你开会时，咱去教室直接甲咱做指导呢，咧做家己的呢，吓，咧教室大家拢真了解呢，吼。那无的时吼，无啥物认真用心，赶紧啊，个那上课的时吼，咱的工会是公开，随时拢会用提供，啊，随时拢会用来提供意见，啊嘛随时会当出来就对啦，吼。咱有需要吼，咱的社区的人吼。对咱社区出来，安尼社区才会进步，吓啊！啊无搞起来看下先吼。我老人讲吼，我是家徒四壁啊，家徒四壁，你知影意思无？都善良人，善家吼，厝拢无换。啊，但是咧，我这个时代真拍拼，拍拼到全世界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善良与善良的距离，吓、啊！哦，不是说钱。啊，有咱出来，啊，咱这老大出这个精神，伊逐日来上课，全世界拢有看，我逐日拢录影，啊，拢播上迄个广告，全世界拢看。即摆拢总是迄个网上咧流传了，即摆有上万微博啦，将近要12000多个咧，咱的电影，哦，咱来讲电影比较有啦，哦，啊，那无有诶人可能比较有，安尼好无？好啊、哦，好开心！咱今仔个会议哦，就到这会议的部分哦，到这结束。过来，过来就是李教授的介绍。